林姑娘，你这么少岁，头脑就真好，啊，胆量搁再强啊！嘿，哈哈哈哈对啦，拢是怪我哦，太过粗心大意啦，啊，坚持伫要行一条小路，啊，若毋是九姨来救援哦，啊，是当阵我甲建明，啊，搁欧阳公主，啊，既然去阿去两难，记得擦人啊，你着。安尼啊，嗯，哎呀，林姑娘啊！啊，这回东定湖的这个救灾吼，你用得讲得头一公咯。哪里，佛祖你贵重了。我听这个建明来讲哦，你讲你爱退灾民伫边啊？人我吼，敢那会晓医小病尔，迄本来领教我的啦。哦，啊，那恁恁阿娘，唔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基督徒咯？嗯，阮阿娘虽然两母讲吼，不过阮阿娘医术足好的呢。那是阮阿爹在世的时阵传授予伊的呢。哦，宝主，叫你伊扮作书童的模样，虽然又搁瘦又搁细汉，但过伊手内迄支宝剑嘛，确实真厉害。半路撞到真侪贼兵，无甲一个是伊的对手。安尼。是啦，师傅，叫你的迄口剑名叫剑锋，用的下体如泥，切金断玉。听讲是三百多年前叶林所派神器。哦，焦凤剑为师早就捌听到这口剑的名，想袂到搁伫个林姑娘的手内啊！宝主，啊以前唔伫个这个春林山，拢无机会通去使用到迄口剑，所以你唔知唔知影。哦，啊无，我来去摕来，互宝主小感想者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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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红呀，欧阳公主啊！恁师父顶日有来过春林山，你知？师父一定是为着避免干妈三爷救人见面，所以才会故意等阮去救灾的时阵才来。最乎人想袂转到，恁师父啊，就是姚琴二十多年前去失散去的老爸。哎哎哎哎，大哥啊！啊，这个代志我哪不知道啊！哎呀，啊，那明义师爷那来去匆匆，恁拄拄好伫个凌凌关，唔才失去这个机会，甲伊熟识。哦，奇怪啊！这么大个代志，姚琴奈无甲讲。大哥，啊，那明义师因翁某爸囝都去用中风啊哩，啊，哪无爱加大几工啊？哎呀！灵异所以行医多年啊，拢伫个医师为义军疗伤治病。伊许讲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义士啊。伊总免讲为着师叔，遐来耽误着公事啊。有影欧阳公主啊，你甲姚琴的婚事，我甲恁师父当面已经讲定了。我甲姚琴的婚书。嗯。大哥啊，你即嘛是讲姚琴甲欧阳公主要成亲啊？是啊。啊，明义师伊为着公事实在太无闲啦，连伊要嫁查某囝甲伊的徒弟伫要娶亲的代志，都隆重交代我甲伊烦恼。我这几天啊，才拢无看到姚琴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
中秋哦，就是春宁山的刺客，伊会甘心受我指使，因为伊爱我。以前，我捌甲你讲，我伫咧怀疑你领袖哦。这段日子来，你敢无发现什么？领袖哦，并不是散花公主。因为高峰是死在金光洛阳手的手头，伊的铁钩顶面有真侪血迹，也毋过领袖哦，伊并无受伤。要哪里讲起来？是我错疑领袖哦。伊并无错疑，伊虽然不是善华公主，也毋过嘛是甲善华公主共党，拢是甘心受贼王利用的无耻之徒。平姑娘，我听宝珠伫咧讲，讲家书。也就是令尊已经将咱的婚事讲好势了。上新大师是袂用的勉强，假使你若是无愿意，你用的坦白甲我讲，我愿意倒转来禀明家师甲宝珠，主动退婚。Bye.
心话。我就是你勉强答应这件婚事，然后安尼，我就放心了。要无，我赶紧来去甲宝珠讲，该参详咱成婚的代志，我来去。为怎样要对欧阳耀讲遐个违心之论呢？李师傅拄才转来，我才拍算要去见，造成你较冷笑哦。师公，唔免去啊！我已经决心改变我的主意，我要跟欧阳耀成婚。拾一个，拾一个，好歹你嘛应该替伊想一个办法啦。要来怎想办法？我明叔才跟恁公主啊。无法度，万事通，就看这样代志办袂通。叔啊，这件代志我爱严重了呢。伊跟我明叔才差一点，就跳了小水自尽咯。好佳哉，我庆阿叔哥家救的，若无这声明叔才怎安呢？丽玲公主哦，平常时就无啥爱讲话，啊，即马搁甲生个雕刻尪仔同款，金巧难开。哎，无讲也无想到，讲到迄个雕刻尪仔吼，迄天恁公主你为阮明叔姐刻啥物爱玉雕像啊？啊，一听到明叔姐甲欧阳公主定亲的消息，吼，迄个唔刻搁对家己的手刻落呢，我看到快只唰一下，爱紧的唔知影听呢。啊，你答应想办法啦，是毋？哎，叔啊，你若心管这件代志哦，我看伤心的人不只有明叔才甲恁公主，啊，搁有九儿呢。讲规半部，我看哦，欢喜的人敢若有一个人。啥人啊？小六个啊。九儿啊，莫安尼由头到尾好无？事到如今，你着想较开一点啊嘛。是谁讲我咧想袂开？九儿啊，等我有话要甲你讲。你有啥物话？紧讲啦。是。你家里
亲生老爸呢？哈！原来丁耀金就是秃林的查某囝。阿姑娘，丁家祖母，我好主人无伫个，我只好踮遮等候。哦，不知阿姑娘找在下是有啥物代志？为了要解开我心中的谜团，林公主，有情天心地有意，管你后用定终身，暗查真相不一定，天如做镜是缘尽。你真是假
来气死本老英雄。大姐，去动一阵。你